由阿信领头万人合唱《倔强》，感染力实在很强。五月天终于登上台北大巨蛋，但这天把主场的位置给让了出来。我渴望最后的倔强，我的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。好多小小球员场上挥棒打击，重现周思齐棒球路的精彩时刻。高规格的隐退赛情绪在这刻烘托到最高点。谢谢大家都来了，尤其是陈泰老朋友，其实我很想念大家。天团砸重本，除了歌单设计，硬体上更是卯足全力打造九座 LED 舞台，出动600组电脑灯，为了不压坏人工草皮，还有100组气压式草地轮，移动大型道具。我应该是跟他们一起长大，我要谢谢他们都没有离开中华职棒，这么热爱棒球。长达30分钟的赛后演出，共出动500名工作人员，成本砸了2500万。演唱会等级演出也为中华职棒再写精彩的一页。体育圈小米张俊谈不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